第二个，我修行的理念，我把这一生的生命，一切行为，跟我的生命完全供养给自己的本尊，这个就是戒律。你把你自己的行为跟你的生命都全部供养给自己的本尊，供养给药师经，供养给阿弥陀佛，供养给地藏菩萨，全数供养，没有保留，全数供养。你只要守这一条，我把我的生命跟行为全部供养给你自己的本尊的这一种，守这一条戒律啊，就等于守了所有的戒律。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啊，不饮酒，不饮酒，都有。我在餐桌上还讲，在我最后的几年，我会吃素。我连死掉的生命我也不要，我会吃素。我以前刚开始修行就吃素，最后还是吃素。可以，不会贪，不会起贪念，没有什么贪念，没有。因为我自己知道，无所得，我在餐桌上讲的，没有一个东西是你能够得到的，在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东西是你能够拿到手而且放在你手上永远得到的东西，没有，包括你自己的身体，你在这世界上得不到什么。这是我的理念啊，无所得。就是无何有，你什么都没有的。你以为有妻子，离婚了你就没有了。妻子也不是你，孩子也不是你的，孙子也不是你的，你自己都不是你的，无何有？就是我的理念。